你若讲唔给钱，我无法度啊！来，搞起个，来，这白我就拢我五百。
半斤重的，里底有差不多十七八尾，十七八只。我只要卖，搁送你，你人买，我真正无大。感谢您，只要你也够你，一千两，一千块了啊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上面写一千块，十八年呢，你让我收起来啊。一千块够买来无？一千块，这盘拢你的，一千块，一千块买来无？是的，你几个？这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老这啦！来啊，一包我能够送你啦，下趟去真真自己啦，下趟去啦，一千落啦，走吧走吧，客气啊，用送的啊，客人不会啊，只要够你啊，尽量快好啊，一千块拢抵袂了啊，一千块搁坐了无啦，一千块搁买来无啦，我说你唔好乱哩，一千块要吃无啦，一千块啦，搁有啥物啦？勉强起起来送嘛，莫甲惊啦！来啦，这条大条勉强搁送你啦，今仔整这个啦，配蒜头啦，食食的啦，一千块送你来啦。这条啊，这嘛一条啊，我加两条啊，三条啊，四条啊，你加几条？五条啊！哎，讲真正，搁一个人加一千三的，这即马五个啊。一千块真正，这一千你搁唔要买？一张哦，几张哦，搁有啥物会当送？这啥物？这啥物啦？这啊？提起来送啦，无要紧，莫甲唔甘啦，人家加钱啦，唔敢送哦。骰子鸡啦，骰子鸡就是肯德基的鸡啦，伊遐鸡球一粒啦，这一包我拢卖一包，一包搁请恁食啦，食欢喜啦，来啊，再搁有恁啦，嘿啦，客客同意啦，客客同意啦，真正要甲拼扫荡啦，一包搁有恁，我无多啊，我真棒啊，这今年过头足济啊，一包会销，搁一包过去啊。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好些，五包对，来，咱一包给我吃。嘿，大诶，比一零一个还悬啊，真正跌袂落去啊，真正跌袂落去啊，你几个？四个，我两个啊。最后搁两个人客。来，几个啊？搁一个真正，恁遐只安尼规矩，我嘛唔知遮啥物啊啦。安尼你若搁卖，真正物价上涨到安尼啊，你安尼搁买袂？我是讲真正，这段时间手脚毛起开了，我是只尽量我画这个做目标。哎，若是生意无到遐，我希望一项物件照正常卖袂好恁啦。我不爱物价啦。来个，你几个？三个。最后两个啦，一千啊，真正无啊，这免搁看啦。夭寿，这要搁加我唔加吗？这真正无法度呢，搁有啥物啦？我来讲。我加最后一项，互你，你若无摕钱，我嘛无法度啊！你甲我摕房西鹅贡起来，我搁加一项手工的房西鹅贡，互你，你若无啊，我无法度啊！摕台仔底也无法度啊！六个，这房西手工啊，正手工啊，这无好笑！我一包拢卖一百块，房西手工鹅贡，啊，做这系你平，这我无法度过咧遐啊！你钱啊，钱你莫留伊咧！台仔底也是的，来啊！最后一个你也无买，我无法度啊！你阿姊也要摕钱啊，一千啊，你也收一个啊。一千啊，摕来啦！你免你下入手机啊，内底我拢知啦，摕来啦！你咧比啥物棒，你袂唔知？收起来啦，来啦，布袋起来啦，好，分啦，无啊啦，无啊啦！你几个啊？你几个？收啊，包啊包啊，要收啊，要收不分啦！来啊，恁娘这是要安怎啦？你好啊，我总共拢红底好啊，姐，你也讲要安怎啊？你对五个，我来讲这五个就是拢无吃啊！你家对啊，这我拢用好啊。这边啊对，啊做咱位这先来好啊。安尼无得对啊，我头头还对啊，我还对哦，素食较重要。这村呢，我是感觉基础，我感觉还对哦，好是较重要。来啊，安尼够有啥物无？一包够伊啊，分落啊。我一个三啊，够五斤嘞，够五斤嘞，恁娘这够足济嘞，五斤嘞。你内底拢无同类的吧？开心的，来得及。进来，进来，阿叔，我进来，我得袂落去。你搁摕一包鹅贡，我回来煞。我本来鹅贡摕过，鹅贡摕。来，来多来搁一包。搁一包，你莫打打来哦。今天这种我们起
风味也无人底哦，稳落。还加袂了？我少个听哦。风味也有啊嘛，就是讲无讲就是无讲啊。一对一千块，两千你都买袂着，我讲一千块。真正啊，感嘛感谢恁捧场嘛，来，我一个。要怎啊来个？阿姨有几块麦包？几块麦包就是青山哥刚要用迄落啦。青山哥，你企后边用两个菜啊，你唔好用企咧，你实质变嘅。这边台子一下啊。是啊。怎啊来个？佫一个好讲诶，我甲分钟你后边好，你后边企两盘，你是怪啊，都没有去哦。今年安尼一个走路咧，一个伊看遐迄个罗雨欣嘛，规个拢没有人咧。有当时啊走路就是安尼，一个无细气的走路。呵，伊无用啊。哎，恁过来，哎，恁。